好，大家好，我叫古阿里、Hello， 耶、热情热情热情。然后我是不是在地台东人，我是花莲的刚毕业的学生，对。然后就是难得有机会可以来铁花唱歌，其实我是一个就是铁粉，就是铁花的粉丝，就是很喜欢铁花，就是所有的就是表演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创作居家之类的，就是我很常来这边唱创作居家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铁花给我很就是很多就是有这样舞台很就是很大的舞台机会，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因为有专业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些很热情的观众，对，好看到我认识的。然后我今天呢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是，就是让你们去认识我，也不是说认识啦，就是告诉你们说音乐还有吉他对我来说就是我在我的生命，它在我生命中是什么样的存在这样子。所以我会从我第一首学的吉，就是边弹边唱的第一首歌，然后再回到我最近学的歌，对，所以你们可以慢慢的认识，就是这十几年吧，对，这十年来我学了什么样子的歌，对，那其实我碰吉他还没有碰太久，大概六年吧，对，差不多六年应该也蛮久了，但是就是我是自学，所以就说没有很厉害这样子，对，好的，那。今天呢的第一首歌呢，我就要唱我在小时候学的第一首主语歌，也不是主语歌，就是我自己自弹自唱的第一首歌。那这首歌叫做《丹金利金利牡丹》，有点长，对。然后那时候我还是就是只能这样，就是这样刷，就是一个一个刷这样子，然后还要唱。上台唱，然后我手超抖，一直这样抖，真的不知道怎么唱完的，所以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一首歌。那这首《丹金利金利牡丹》就送给大家。
那胆经历经历牡丹的意思其实是就是一个人走，一个人走啊，就突然接另外一首歌。那就是我其实有点忘记这首歌的意思，但是我就记得它一种就是有点类似在说，有点像离家乡那样子，就是我离开家乡，然后我一个人走这样子。然后后面应该就在说很想念，就是家乡。然后达玛金娜就是爸爸妈妈的意思嘛，就是想念所有的一切这样子。好，那就是我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歌。然后第二首歌呢，它其实也是主语歌。那这首其实是我在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才学的主语歌。那它的名字叫《阿关》。它是布农族的一首林班歌谣，林班时期的歌谣。然后我想分享这首歌，是因为其实现在才发现会唱布农族的，就是林班歌谣的人真的蛮少的。但是因为它是情歌，所以大家比较会唱。最近越来越多人会唱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如果我也唱的话，感觉可以帮忙就是宣传一下族语歌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布农族的创作歌手确实蛮少的，对，虽然我现在也是有在尝试创作，但是族语创作真的好难哦，对，所以就阿关这首就给大家唱给大家听。那我先讲一下它的大概的意思好了，它是在讲就是阿关是一个布农族的女生嘛，这样子，然后她。我记得妈妈有跟我讲，我怎么忘记了？就是好像是有一个叫赛的人吧，对，就有点难听，叫赛的一个人，然后他想要娶阿里这样子，然后就在讲他在想要娶阿里这个过程吧，对，好像我没记错。谢谢。好，那我好像有点太快唱完主语歌，对，但我今天就带来这两首主语歌，有点可惜。好，然后呢，